我们在中山机场，现在要去坐飞机了。飞机，你有没有怕怕？没有，没有了哈，太棒了！因为他现在有这个狩猎车，好跟这个，他就勇敢起来，不怕了哈。这是什么？它是狩猎车。实况转播，对，你都不用推了，因为他自己会被推走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太太，我是蔡珊珊，他是蔡大哥，我们是澎湖小白。小白的意思就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哈。那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要订阅哦。对，跟我们一起先来澎湖度假吧。澎湖海洋地质公园中心，那来到这边有一个非常火红，大家都知道。就是转过来这边有一间叫做颜值咖啡，大家来这边都说这杯咖啡很好，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是不是有颜值。来了，奶香的口感蛮重的，滑顺。它现场的时候呢，拉花是拉成玄武圆，而且哦，这边是可以完全吃早餐的地方。它有仙人掌汉堡，就汉堡皮是仙人掌，然后里面口味六种，松饼、鸡块、鸡翅什么都有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吃早餐的地方啊。它开到下午5-6点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前往我们的行程了，走路。白鼠。大哥，你好帅嘞！你是纽约来的吗？纽约来的自来嘴帅哥，通梁古榕、这里就是澎湖大桥，然后你弯进来就是这里，它就是一丛青啊，生个满满是。青啊是说槟榔青啊？你讲还是青啊？然后旁边又有一些的小吃部这样子。这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它是最早人家贸易的时候植栽，跑来种在这里的。这个绑起来的意思，应该就是说它的球桃。是一根这样子，有点可爱。嗯，这个很像电影场景，你不觉得吗？不觉得啊，觉得很像鬼片。刚刚那个朋友们呢，他说、可不可以给你们录一段？我们说可以啊，结果他们就开始自己有剧情了。好，我可以。哦，你有剧情的，对不对？OK， 好好好。快点，快点，我们走到这里。好像有人。太棒了！我可以跟你们走吗？现在你们可以一起的。一家仙人掌，它整个把你直接漆成仙人掌冰的颜色，让你不记住它也难。一个风炉茶，一个仙人掌冰，哎呦，好神奇哦！你看，谢谢，谢谢。冰沙，哦，是冰沙哦，冰沙的口感。啊，哇，你吃了你的舌头都是哎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有没有说过话好吃吗？好神奇的口感哦。好吃哎，你们两个说不出话了。看他吃的比仙人掌还要好吃。他直接就是在澎湖大桥旁边，所以很多人停了就来这边吃，就变成是一个套餐。哇，这个纽约来的小朋友，你有吃过仙人掌吗？他超爱的啦，整只都他吃的。现在在澎湖大桥，然后旁边刚好有一家仙人掌冰，哪一家？一家。哪一家？一家就是哪一家，我知道一家，就那一家。风炉茶呢，就是当地的青草茶油，青草茶味道。澎湖三宝哈，就是风炉茶，那还有芦荟，那还有仙人掌，都是属于比较热的，而且风很大的地区的这种植物哈。风炉茶呢，就是人家知道的龙角草啊，或者是说矮的那个鬼针草。
大部分人都在这边停，是因为这里有厕所，后面有停车场，旁边有一家仙人掌冰，然后从这个路走进去呢，就是通梁古龙，就是那个前啊，周遭都有一些小吃啊，像那个无名关东煮啊，海菜煎饼哦，所以如果你想吃小的，可以来这边。And you don't check your mirrors, the skyline would break if it was clearer. I hope you know you're doing damage, so please try. 大家看这个浪。那边是旧的桥墩，旧的桥墩，澎湖大桥旧的桥墩。整个澎湖啦，就是马公、白沙，然后过来西屿。那白沙到西屿中间就是澎湖跨海大桥。那这里形成一个比较像是湖状的这种地方呢，因为这里挡风，觉得很平稳，叫做北欧，很平的湖。那在这个以外呢，就是我后面这个，就是外海的地方呢，整个就是波涛汹涌。然后另外一边呢，就是内海，内海呢相对的是非常的平稳，北欧的游览。跨海大桥过来呢，不久的地方，十分钟就可以到小金鱼洞，还有小门地质馆。那这后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。这里走进去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餐厅。那因为这里的澎湖的店，你只要超过两点，大部分是没开的，哦，所以大家要自己注意时间。那你只要看到是我一个人出来，你大概又是知道现在又是大哥的睡觉时间，哦，所以我现在独自来前往。走过来这边就立刻看到小门的地质馆，然后我们是要往这个金鱼洞的地方过去。好的，好，我问了善心人士，他跟我说不会很远，但是风很大。这里风浪看起来超大的，超大的风浪，地上都湿的。这个地方如果带大哥来跟太太来，我差不多就被揍到墙上的玄武岩哦。这里是海浪打在这边，水都喷在你的脸上，你要选择潮汐跟季节的时候来。那现在这个潮汐跟这个季节就不是那么的适合哦。那好，我就为大家赶快走过去来拍摄一次。金鱼洞呢，走下来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很重要的澎湖的特产。这个呢就叫做菜仔，这个菜仔就是因为他们的风都非常的大，尤其冬天的时候，这个东北季风，所以他们就就地取材，用玄武岩堆造起来，让菜在种的时候不会受到这么多强风的侵袭，就像是菜住的房子，所以叫菜仔。我们现在坐在澎湖的海边，真的很像出国的感觉。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已经帮大哥的护照办好了，我们就要启程去日本大阪了。那去日本大阪之前，我发现 LINE 里面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，叫做 LINE 旅游。我们从 LINE 进去之后，右下角有一个钱包，按进去之后呢，有一个 LINE 旅游的图示，你按进去，里面就有住宿、机票、体验、门票可以选择。哇，它这个一站式的平台很方便，它里面还有品牌的回馈，有配合的26家的品牌，像 Agoda、Booking.com、Klook、KKday 这一些，而且这个当中旁边还有 Line Points 的回馈，可以直接回馈到我们的 Line 里面。那我现在要先来订去大阪的机票，我们就按机票，输入目的地、日期，好，我们来搜寻。哇，里面有许多他们配合的厂商，哇，这个回馈蛮多的，我要买这个飞机票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买饭店咯。饭店我之前去过大阪，我住过三井花园酒店，我要来买。好，搜寻。哇，它下面就有列出各大平台，这个真的非常的方便，你就不用额外下载 APP 这样比来比去。我就要订这个饭店的住宿，最高回馈可以到 10% 的 Line Points。然后你按右下角我的，然后进去邀请好友的话，你还可以额外得到3 points。
如果你的好朋友呢有成功首购下订的话，你跟你的好朋友都可以额外得到 50% 的回馈哦。我们现在是来阿平店，就在阿平的店隔壁，这间生意也是很好，因为阿平的店没有开，所以这周遭很多的店生意都变得是蛮好。其实澎湖很多的店两点都关了，这间算是很好，它还有开。但是咸的这个东西是看人的口味啦，啊，我是觉得比较咸一点。我觉得很咸。来哦，沙西米小卷，沙西米，小卷是生的才能叫做沙西米哦，他说很甜，好吃啊。真的哦，哎呦，这很敢吃，这个就是生鱼片啊，好吃。哎呀，这个大哥也是吃得很好，你真的吃得很好哦，你吃得很好，好吃。阿丽秀怕贵宾哈，澎湖丝瓜，澎湖丝瓜不是我在说的，真的是有够胖的，好吃。对啊，跟我们本岛的吃起来不太一样，哇，口感很好，很好。这件我就煮得蛮好吃的，而且它分量很多。对。小门地质探索馆，走。哎呦，玄武岩呢？你有没有看到恐龙上面那一只？你家里有？恐龙前面，恐龙会动哦。你恐龙会动哎。大哥，你会怕吗？对，这如果是真的，我会怕。它是叫 Blue 吗？对，小蓝 Blue。你会怕吗？会不会怕？哇，这化石哦。人家怕怕了，在家里的恐龙模型是这么小，对，现场这么大，这里做的还蛮不错的，对，小小的，免费的，然后这样子绕一圈，恐龙做的还有声有色的，很小很小，走一圈，但是就是有三四只，而且还有哺乳室，对，对的，对的，小孩子来说够了，好不好？胆子就这么小颗，吓一下就破掉了，哦。最美丽的海湾 in Penghu, the most beautiful base in the world。 那写的也是很狂哈，这是蛮漂亮的。它地上就用这种玄武岩产生的五角六角形的方式，哦，好不好？不是蜜蜂故事馆哦，这个是玄武岩哦。小朋友，你们去对？听说啊，上面下雨的时候呢，就有那种瀑布的感觉，然后下面这里就会有水。然后它水就会倒映出上面的玄武岩。哎呦，现在看起来是打空空。因为这里小小的，而且就在二坎聚落的旁边。然后旁边其实这边就是一个港口，是很漂亮啊。那风呢？当场也没有在跟你客气的哈。来了各位，二坎聚落，我们现在就进来了。哇，哦，仙人掌整颗的，仙人掌凤梨啊，真好喝。我们卖到今天哦，来就好。好，来一杯。还有仙人掌啤酒，仙人掌凤梨，好喝哎。而且人家说二坎聚落其实什么多，猫喵星人多。这里就是标准的就地泉，左边是欧鸠玄武岩，右边是珊瑚礁盖的。二坎聚落呢，它就是以城市的家哦，生蛋呢为主这样。因为风的关系，澎湖很多的聚落都是盖在比较低的地方，坎哦，二坎。还有我们上次去的外安、内安，安就是那种我们种瓜瓜然后会挖的那个洞啊，安外安啊、内安啊，然后这也是二坎，避开那个跟风直接对冲的那种感觉。哎，这真的就是标准的啦！你看下面玄武岩啊，上面是珊瑚礁，它
他们用一种很厉害的气法，气食方法叫什么你知道吗？乱食气。来了齁，必点的导灰，就真的看到会有一点密集恐惧症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黑糖水，黑糖水，哎呦好厉害。哎、欸，你弄起来，你这样端起来，好像婢女哦、喔。对、啊，好吃。它是古早味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它糖水看起来好像很甜的感觉，其实不会。来试试看啊。哦，阿姨给你负责说口感哦、喔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哎、欸，这在旺季的时候，你站到对面去吃哎、欸。但是现在是淡季，你才有办法坐在这边挑咖。那我们加个黑糖水看看。嗯，很健康。看起来颜色很深，不甜。OK。这也是在做这个传香的地方哈，这以前还有这种给人家 DIY 的，现在淡季应该是没有。然后他就在这个行林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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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对面。杏仁茶一杯，一杯。这里有吸管。好。多少？五十。好。您的餐点已经送达。好吗？很好喝，味道浓啊。真的、哦。陈家古厝，是整个二坎部落里面算是比较代表性的国家三级古迹，但是今天没开。现在入住的就是喜来登饭店，看起来也是人蛮多的。你要干嘛？你要采旺旺。你想要旺旺旺？旺旺他是要做旺旺他。来了。哇！一进来哦，两大床哎。哇！哦。不错，又有书桌哈、哦，哎呀，你跟爸爸去逛。哇，哎、欸，很漂亮哎、欸，很漂亮哎、欸，哦，游泳池可以在这边窥探别人那边游泳，它的自由式有没有标准呢、欸？有啦，看起来蛮标准，就感觉会冷哎、欸。他们这样游泳这样应该不会冷吧？哇，哎、欸，这里整个。南海的游客中心就是坐船的地方，让你这样子 一望无际哈、哦。嗯。楼下一楼就是直接给你 Starbucks。对，在这看夕阳就很漂亮啦、啊。对啊。哇。哦，我来看看它的边寿。哦 ，OK 啦，中规中矩，干湿分离。哎，我们这样一醒来，这样子外面看出去就是海哎、欸。非常漂亮哎、欸。我现在坐在床上啊，转过来是长这样哎、欸。现在我们是就是在这一个国际灯光艺术节，对，这蛮不错的哈，嗯，蛮好的，只是风大了点。在这种地方，你说你是蔡依林，我都相信。吃稀饭，我五针不下吗？对。澎湖国际广场，然后这个地方还蛮不错的，就是说它除了花火节以外的另外一个选择，说当东北季风开始的时候，你的头发就没有一天是正。东北季风开始要记得带有帽子。对。Those are the cards. You're always gonna play the best day away.我觉得如果这个没有封的话，应该是还蛮不错的。他这个活动是到明年的三月哦，他应该是想要来补充，就是在花火节之外的一个景点。好的，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房间喽。